欢迎第一欢迎五十岁的英雄特别邀请做音乐的陈彦博写了这首曲，然后由第一欢迎一流何志东两人共同写词，完成了这首五十周年的纪念歌曲《爱的堂口》。爱堂口听起来就真少年，透过歌星康斯廷演唱，就可能会受到大人囡仔拢介意的一首流行歌。这一首歌叫《爱的窗口》，我是作者彦博，我是斗六人，那很荣幸可以帮云林立院写这一首主题曲。那他是我们的演唱者康斯廷。大家好，我是康康康斯廷。那歌词就是我们司法的一些本质在里面，也就是希望说我们是司法机关是一个平庭取直，那实现公平正义的一个这个法院，那也希望我们同仁能够了解我们是以同理心还有爱的出发点来为帮当事人来做服务，也借此机会也希望期许我们同仁能够继续努力。福林电影院庆祝五十周年活动相当有气质，包括书法展、摄影展，也有乐团到舞台演奏，连台湾数位公司集团董事长廖志钦也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到。福林电影法院原本属于嘉义电影法院管的，后来在后尾设立了嘉义电影法院分林庭。民国五十三年成立了福林电影法院，五十四年兴建了这栋建筑物。庆祝福林电影法院经过半世纪，法院内庭长客串做主持人，好歌嘛来唱歌当乐。这场宴庆看见了许多人员的人文风采，嘛看见了因活泼趣味的一面。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